我是来自于台湾台北市，那我叫谢德伟，我在静云已经前后三年了。那我们在这边从事农文旅跟这个乡村振兴的开发。那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我们静云的这个黄帝祭祀大典，有现在有一年两次，有春季有秋季。从去年开始呢，这个县祭提升为省祭，所以说呢，今年的规模跟以往的规格比以前呢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两岸三地的同文同种同根的同胞有很大的意义。让我觉得最大感受的是三号晚上的这个晚会，那他这个晚会我觉得比我们在台湾看的电视综艺节目更来得精彩，更有深层的文化内涵。那这个在对于我们两岸三地的深度文化，在台湾很遗憾放弃我们中华文化的时候，国内大力的提升我们的文化的素质涵养，而且深度内涵的植入，这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意义。这里我觉得好山好水，那在全中国现在有各个每个省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这个农文旅的示范区，所以呢，我们更想把台湾的经验跟民宿跟饮食美食带到这边，用当地的食材，然后加入不同的元素跟特色，做成我们两岸结合的一个美食的交流。因为毕竟好山好水要有好食好酒来才能欢迎我们来自各地的客人。